是另一个散场的话剧，预备难料突变的天气，不讲理的待遇，竟是计划的证据，打破梦境，沙子里的人疯狂喘息，声音作为嫁接，让分辨你，只是外表比内心冷静。伤的情绪，心照不宣的回避，是我太想你，还是你早感情对的人不会远离？ Everything feels like a movie， 围绕我们的人熟悉，流露的默契，不经意升温的剧情，如果再有回眸射击，这是失去真的决心，提交秘密，其实早心知肚明。空气中弥漫着的语气穿过我心绪，雨落下的声音隐隐约约拉近彼此距离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却来得如此确定。失去真的决心。